维新世界，大家学易经，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1994年10月18日，我们再继续来讲讲风水学。风水学的案例无奇不有，千变万化。不是死板板的，而是活的。回想在差不多十一年了，台中有一位先生，他做了一家小小工厂，原来还是蛮顺利的。他这家工厂呢，做了加工厂，它就属于饲料加工，因为生意不错，有一天呢，他突然想一想，那个饲料要原料呢要进来，那么他都是在里面呢，已经找不到这个空间可以存货，所以他呢就在这个前面。很大的铁桶，两个铁桶，像我们这个骆驼似的。两个骆驼似的铁桶。突然间做好了。这个材料还没来呢，生意全部断掉。断掉了，他这里喉咙啊，好像什么卡住了，讲话很难讲，吞东西也很难过。胸口一直闷，胸口一直没有力量。所以跑到修佛寺来呢，来请示老祖，我用卜卦的。变成朱雀洞了，朱雀洞来克本身呢，像木头那么高，那个卦叫山水门，山水门寅水木，本身呢戌土，下面洞，所以它就洞来克，洞来克。我说你前面有那么大的像好木头的那个什么东西呀，来克你耶。我最近做了两个大的铁桶，你看门前你做大铁桶那个这样的经济完呢。回去呢想了，花了那么多钱要拆也不是什么，不是问我有什么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拆一条路，不然你再找别的其他的名师看一看，能够怎么解嘛？依据我所学的，只有拆掉而已，没有第二条。这位先生呢，他好了，我回去找看看，请教先生怎么处理。回去摸三个月，三个月，等一下问神，神就到那边跳跳嘞。胡啊大嘞，现在就有效了，照常没有效。一个铁桶他看不懂符令，铁桶他看不懂符令那边哇讲他也听不懂。后来请先生呢，地理师先生叫他把颜色改了，颜色照常一样，东西存在就存在。不好久，才三个多月，公司几乎要垮了。
还有跟老婆上来了，说老师你看怎么样，我说拆掉而已，你这两三个月不要不搞掉，他才将我告诉我这三个月一步哎，好不几块五块五块了哈，他都没有用，钱也花了，啊，而且呢，哦，改要解了，啊，一次要多少钱？他本来就变成没有钱了，又花那些钱，我活该。哦，好的话告诉你，你不信，我是貂皮拿给你看，你认的是老鼠皮。好了，还是拆，回去了花了两三万块钱，叫人调走了。哎，过几天了，原来的老厂商啦，啊，这些饲养的、畜牧的啊，鸡场啦，猪舍啦，又来了，又不够了，又不够了，那你看怎么办？地点又不够了，也不能装啊。我说不够，你去，你做光鲜料理啊，还翘，你去外面租个。旁边呢租一个地，你可以先储存那边嘛，要用的时候你请人接过来就好了嘛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他想想，哎，够丢哦，后来就是跟人家租了一块小小的地呢，在那边当储存，然后这边解开了，这个叫做封喉，有口难言。有口难言，会到的，哦，拄晚归，啊，拄晚归怎么讲？国语诶，怎么讲？啊、哦、啊，把这呛住了啦，呛住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建设一个，我们护食，啊，那一个建设呢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好，不然的话，麻烦会很多。那么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能不能你拿到这边来？”也不行，拿到这里的白虎昂头，也不行。那么，除非你拿到这边来，拿到这边或拿到这边来，但是他的门在这边出入方便。好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去住别的地方好了。”啊、哦，所以山不转路转嘛，路不转人转嘛。还有一个学校，在中心新村，一所高中。好、哦，它的路，这里一条路，学校的大门在这里。啊，这里大门呢，啊，那里的学生呢，老师很不平安。啊，老师与老师之间的口熟。为了小小的事情相互的争执，互不退让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执也不退让，啊、哦，整个学校的弄成校长呢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找我去看了、哦，我跟校长说，校长啊，你这来缓攻，第一是缓攻，你就缓目无情。已经是大学站。凡是路这样来弯出去了，这叫缓攻，缓目无情。再来呢，啊，这里再一条路来，路冲来呢，啊，这第二喉结，很多事情呢，啊，大家呢，啊，喉结的就是，得理不饶人。啊，弄成了校长不知道怎么办，常常坐在会议室上，就像立法院一样，在那骂我、哦、骂了一个早上。啊，我们的政府行政单位主管呢，坐在那边坐了一天，啊，连问到一句话都没有问，常常这样，连学校也很早就有这样来了啦。嘿，好、啊，我说你怎么解啊？他我也没有不晓得怎么办，啊，想了好久了。啊，我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哈，你就要退货，把它退货来。所谓是出来，所谓是出来，
啊，这个做法呢，就是所谓是给他出来，能够挡住这个煞气。好，你把门一进来，好，门一进来，原来在这边嘛，退后你就有名堂了，而且呢，你要退到这个好交叉口的交叉口，你看不到这个交汇口，看不到这个交叉口的地方，站在这里刚好守卫是守住了。那么学校的这个柱子呢，因为是打劫嘛，打劫我们必须要有品质型的柱子，品质型，品质型呢，一般你一个绳子这样一打结，你就不会变成死结。好，因为这里还会动下来。好，若是你这样来，这样来的话，它就困死了。所以我要它啊，把这个呢，柱子就这样，而且呢。上面柱子呢，啊，最高了，三个柱子，最后这一只最高，那么这是第二、第三，叫一个品质型。好，可以化解这个喉结。我请校长呢，啊，这个呢，啊，就改成三只，原来只有一只，啊，原来这一只这样来。都平平的，好，原来是这样来。好，改这样以后呢，那一年，嚯，学生升学率也高得很呢，去考试了98%哎。那一年呢，哦，我知道，这改了以后，一定会心静下来。那，但是我告诉校长说，你们改好了，一定要谢图，要谢图，要感谢，啊，谢图的法仪呢，我们妙法普传里面都有，好啦，哎，我一直在想，结果学生考试一考好了，哇，他就忘了，等到有一天呢，我在想，啊，校长他这个不知道有没有。啊，去谢图。啊，我一直在想呢。过了三天，他就打电话来了。老师啊，我说你在帕金森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因为你没有谢图，那些好兄弟呢，好，他不会原谅你。你黄牛失信，他不是啦。我是因为考上很好，家长都来谢谢啊，怎么样？我是家长谢谢最近嘛。但是你考前两三个月都全部已经做好了，你不谢图，他啊，我忘记了。我说你赶快起来再讲。起来在我们大雄宝殿那边呢，嚯，就好比我们红子那更严重哎。哦，这个拖也拖不动哎。哦，我们洪主任呢，他走了，他咻的就可以到那边呢，他寸步难行哎，这就很可怜的那位校曾校长。好，进来，我说坐，好，你没有谢图，赶快谢图。好，因为你没有谢图，那是封喉的局，封这个喉的局嘞。好，那么他们绝对不会给你吃饭，你放心好了。好，对呀，都吃不下去呀。连开水也出问题呀、啊，你看，
哦，我就赶快我们妙华普传，好，妙华普传呢，有里面亵渎的法仪啊，我说，哎，这个高起来，勾起来，这个是最适合，你按照，啊，按照这个方式，啊，去亵渎。好，他看了个，哦，一口气喘出来好了。我说第二天马上赶快亵渎。所以我们工程啊，有竣工了，一定要亵渎，懂吧？亵渎我们亵渎的法仪妙华普传呢，啊，我们会送我们回来的师兄你们啊一户一本，啊，送你们一户一本。啊，这个，回去了，依法可循。这封侯，啊，还有一个封侯的局啊。某一个县市议会，这两个艺术品，好，这个路，这是封侯，封侯，好，那么这个县议会的，好，每年要死一个议员。我跟他们议长，你们变成省议员了啦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，为国修德。变成省议会省议员，他是怎么讲呢？因为前面呢，这个九九的打劫，啊，这个打劫，这是劫。那么你们议会啊，向着这边，而且呢，这里有个艺术品很大的花料艺术品家呢，这样呢，哦，也是艺术啊，但是破解不了啊，破解不了这个格局，哈，啊，所以这个。一年要死一个议员，变成死议员就省议员。好啦，议长也很莫何奈何。好，当时啊，他常常来询问事，问了师父这有什么问，有什么办法？我说没有办法，你们就大家吃，好命比较长一点就没有事了。好，我要他里面的议长办公桌，好，你稍微调整一下。原来也是向着外面，在里面也是向着外面，向外面，内外局，内局外局全部是封侯。啊，我说你不要恨他嘛，不看总可以吧？你把他调过来，看这边，那受力有关他的，所以议长呢，他把位置调过来以后呢。啊，到现在新的议长呢，按照那么做，现在也没有听说在死翘翘，除非老了就死翘翘。啊，这个呢，也是一个风和化解的问题。啊，还有一位，也是一个议会，他这个不是风和。像这样来，这么东，好，这么些西别是钱为金，刚好是天印六运，好，天印六运呢，这里是旺，好，天印是武曲，好，是武曲金，坐东向西是木，
好，天地乃木呢是卯山，是衰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几乎每一年呢要死一个议员，死一个议员。我告诉这个，我说哎呀，你们这个这些是省议会的死议会，省议会了。啊，新的议长呢姓黄，黄先生呢，我说老师啊，好，我现在选上这个议长了，好，我想了怕怕，好，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每年要死一个，很恐怖的事情。我跟他讲了，我说哎呀，你不行，你因为这边好六运天运是金，五喜金，啊，刚好在西北方，西北方来克木，天运六运是正旺。好，旺金，旺金来克这个木，好，所以这里呢，好，你当议长的、副议长了，好，没有死也是半条命，还有其他议员，好嘛，半条命，好，问我怎么办？我是这个疯掉嘛，不看总国语嘛，对不对？你改到这里嘛，这是难呐、啊，像别，你从这边出入，好，这个呢，我们的国父在这边。国父同像在这边可以守护着我们，虽然白虎比较长，但是呢，现在那是旺气，而且是为火，火可以克这个金，火可以克这个十字路口的金。好，改了以后没有事，好多人议员呐、啊，怎么样、啊、就没有变成省议员？啊、哦，这个。很妙很妙的事情，所以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啊，所以上一次啊，那个记者问我说：“你有改到多少公家机关？太多了，算也算不完，你自己慢慢去查好了，慢慢去看啊，一家一家去对。我们哪有时间？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讲。哦，你们自己去印证，因为风水呢，对整个人是有好处。”好，给大家平安，给大家幸福，这是我们本宗门我们的妙法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很多很多的案例，我会一一的把它讲解。虽然短暂没有什么呢，你们会用得上。有一天你们这例子这本把它成一本册子的时候。好，以后你碰到哦，这问题该怎么解？那么该怎么解就过了嘛。所以改格局的路数太多，改了格局的方向方位，我们要很有把握。也有本身有一家，他也是做进出口的进出口商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他的原来生意不错，员工不错，所以啊，他就做到。啊，办公室的一个角落，一个角落，它外面呢，啊，湖边呢，刚好是一个水池，啦啦啦啦，很大声，他以为到那边可以听水声呢，结果到那边中风了。你看，哦，我们不了解趋吉避凶，烦恼一定在我们的身边。阿弥陀佛。